男子偷手机被抓还振振有词，劫超市的富集我的贫。浙江一男子在超市偷手机被抓获后还振振有词，欧上超市报警，趁店内的一台手机不见了，查看监控是被一名男子拿走了。据该男子说，他也是去超市闲逛，看到有人买手机，就趁店员不注意的时候将手机拿走。后来民警找到该男子，民警为什么偷手机，男子我这是劫富济贫，民警你是劫谁的富济谁的贫，男子我是劫超市的富济我自己的贫，劫超市的富济我自己的贫，民警目前该男子被处以行政拘留六日的处罚。事后该男子也说，幸好当时拿的是1000多的手机，